们现在已经来到高铁上了，看到这个熟悉的场景，我没有要再去整人了。今天是星期一，2月1号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展开为期3天，并包含今天的单车台南之旅，总共是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这3天。那今天不包含在内，是因为我们要先到阿亮家住一个晚上。啊，为什么特别住呢？不在台南，因为他要在早上8点半集合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先有个中继站。那大家可能还会问，那为什么不只要台南住？而是因为台南的饭店有一点难订，然后有点老旧，我只能这样说。所以说，就只好先到台中去住，然后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很早起，我们大概6点半6:40就准备出发了。那我们就等一下欣赏一下高铁的沿路风景，然后进个片头，然后下一个场景应该会在高铁站或是阿亮家吧。现在已经来到台铁新乌日站 ，A.K.A. 高铁台中站 ，A.K.A. 捷运高铁台中站。那么，我现在就准备要出站了。我刚刚上面都完全不能喝水，因为最近在2月的时候，1月开始疫情又严重起来了，所以也是为了防疫啦。好，我们下个镜头应该就会在阿亮家了，那我们就 Go。我们的阿邦来，阿邦笑一下。Hello。欸，我们麦克风，你可以讲话讲大声一点。Hello。好，很棒，很有活力。好，我们吃完晚餐，现在来到晚上会住的房间，来打游戏的阿亮跟大家打个招呼。阿亮，阿亮，打招呼嘛。晚点车，啊？车子晚点飞。哎，你再转过来一下，你再转过来，你再，你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看一下，看一下镜头。你真好大，嘿嘿，三层，嘿嘿嘿。好，那现在的时间在晚上8点多哈，啊，现在阿亮还在看阿神的影片，我不知道他干嘛哦。哎，阿亮快点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做那件事情，那重要东西拿出来，没错，手机啊，我的 Nokia 手机，好不好？这个号称永远不会坏啊。今天因为想说出来不知道干嘛，所以就顺便来摔个手机哦，爽一下，让我们明天去骑单车可以稍微。心情可以舒缓一点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round one。来，第一回合，高度50公分 ，start。来，我们来检查有没有明显外伤哦，这在原本就有的。然后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好，接下来换第一回合，阿亮 ，go。这样子啊？对，直接丢吧。死吗？应该超过了吧，我不知道，丢吧。直接在楼上。Round two， 阿亮，很好，爆开了，爆开了，爆开了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一点还是吃单不了它的，就是电池，然后内部，然后我们再装回去好了。OK， 把这把壳装回去。所有事情都跟一开始一样，再来 round three，
OK， 看来这个 Nokia 真的，真的摔不坏。好了，现在要来极限，要极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分回合了哈，准备极限挑战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从上面给它砸下来。OK， 好，希望下面的那个邻居不会有意见啊。好，没差，完全没差。OK。它没有任何机体，所以还是阿亮不要，还是我们直接拿这个去砸，砸什么？地板，直接拿这个。各位观众不知道有没有学手机的哦？这个 Nokia 手机打开来是涨价哦，这块不知道什么东西。OK， 好，想要想给大家看吗？给大家看了。OK， 再来拔起来。拔起来很恐怖哎、欸！好了啊，这一只是他们阿亮他们家是真的不用了，所以安全了。大家如果家里还有 Nokia 哈，问一下那个家中的长辈，问他还要不要，或是你要不要。如果你这样随便乱摔的话，后果很惨啊！记得啊！哇，没爆没爆没爆，没有爆没爆，这次没爆，这次没有爆，因为我跟正面先撞直了。好，那再老师看背面。Nokia 是真的很厉害，是真的怎么摔都摔不坏。要是我买了 iPhone 12去摔的，早就烂掉了。哇 ，Nokia， 好，我们是因为我们要测试 Nokia 的极限嘛。单敲，我们有试过这样往地砸，没用；从上面往下没用，砸墙壁。没有，还是好的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家里有不用的话，还是拿球棒砸吧，比较好一点。OK， 那我们，这个长度够吗？那个剪辑的我啊，放一下，现在长度是多少？OK， 好，希望长度够。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个赞、订阅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既然它放出去，我们接着在下个礼拜，我不确定吧，就是明天单车台南第一天。